最近网络有一个话题，就是说高雄跟日本的哪一个城市最像？那其实日本跟台湾都是岛国啊，四面环海，很多城市其实非常的相像。那因为我在神户读了六年书，在神户大学，它就在六甲山的山路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那它最近有完成一个神户大学百年纪念馆，那么它是一个学术的地方，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可以眺望神户的美景。那神户的美景其实跟函馆跟长崎都是并驾齐驱的，那么到那边的话就可以不用上六甲山去看那个神户的整体的美景。当然有机会的话，如果能够去拜访，那是人生一大乐事。谢谢。